耶稣做你的救主，生命的主了吗？你愿不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基督，做到了好儿女，照圣经的话而行呢？愿意。王立斌姐妹，你已经公开承认耶稣做你的救主、生命的主。我现在遵照主耶稣的吩咐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给你施行。